门夹玻璃，我们先把盒子外面的盒子打开，顶子上面钻孔，一般的这个孔一般情况下，这个孔我们出厂前就会已经打好，这样子。这个孔主要用于穿线，这样子。那些水过来好烫。有内六角，就那些。这根线是连到玻璃上面的，然后这根线穿到天花板上面的，经过这个轴转来转去是没问题的。最后我们把这个盖子看一下这里呢，然后这里是看不到线的，有一个那个不锈钢槽盖住，或者是用防水条这样的给它盖住就可以了。